我微操，啊，他也有微操，那我们尊重一下对手。冷静一点，这个时候。不亏。啊，这人好凶啊！他直接下了口水塔，我们是不是要在高地上做地堡？他又是一，这个是个大招一波流，铁头娃。他直接做了口水回来喷我一波。你敢来雷吗？这么多兵，不要慌，这是雷哥在前面探路。我在想要不要造机场，哎，造吧，造。来到机场，不是他的打法。但是我看他好像，他刺客塔下这么早，不来打我吗？不科学。我看他升级二。出三个雷射吧，那雷射地图上九颗雷应该够了。来一下爱矿，他这个房子出来打了他。火队升级速度了，对到没有？这是一个进攻的信号，直接升级坦克出战。哎呦，路面早了，啊，傻逼！我们还是出个飞机去看防外。卡了人口，千算万算还是卡了人口。这一波要拖几个农民提前上来修，我感觉有点危险。这一波飞机一定要注意跟他，但是到底有敌人。飞机直接走正面，看他有多少口水。杀个房子，杀个房子。啊，这个飞机的盾是真的。哇，有点多，多农民出来，多一队农民出来，这种守住就赢了。所以冷静，一定要冷静。这个段位的人很菜。哎呦，这个房子没取出来就是不冷静。不过现在我们还是优势很大，没关系。哎，这俩房子有点脱节，妈的！他没有升级二本的一个一波流。
这边的这个房子被打掉，他没有视野，所以我们空投一波，直接补兵。这兵又补不下来，把兵飞成这样。这不是设计者有毛病。这两个雷车是主要是过去看一下他家的一个科技。我家里憋造了吗？憋没造。是个侦察雷车，家里保持坦克不断，坦克三换，丢一个雷车。这是什么呀？钢琴键，装走，来装走。Input coordinates。啊，钢琴键。应该没下飞龙塔。就这个，如果还是打不过的话，就说明我的正面操作问题太大。这里造房子，这个地图有点坑。你看一下他有没有放飞龙塔？什么东西？啊，直接升级三本。没死。死了。死了。没死。死了。啊，趁这个二本到三本之间呢，他在疯狂的偷经济。我们等这波护士出来的时候直接去了。虽然有一个重大失误，就是雷达挂得太满。Additional supply depots required. 我们留两把雷达。暴兵的话，有一个球，这一波，这人很拖，没兵，那我这边。没兵线，哎呦！这个操作不要停，操作一头，一头，我只能这么跟你们说，这个一头。把这个三矿打掉。哇，这个虫子蛮强的。我也是蛮好的，两个有剑客。好，打掉三块之后，确定了自己的一个优势。我怀疑我没升机会。我真的怀疑我没有升机会。你知道。现在就很好打了，没有三 P 的，不要让他偷矿去了，我们自己开矿。这个局面还是比较迷茫。SK 打没有三 P 的冲突，我相信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怎么打。
不要让他偷矿就行了，我们自己连开两矿。这个当众没看到，把这个蝎子放这。没有蝎子掉，扶这个 Luke 也去。这样子面其实就没有出运输机的一个必要。这个局面是真没有必要出运输机，如果换之前的话，我可能会头脑发昏，头脑发昏，出几个运输机，但是我对方绝对不会，对方只要不卡人口，不卡人口，天天大的一手，就没有三七的虫子，如果打不过的话，可能对方闹了。哎呦，这一步如果我被打死的话，我要给自己一个大嘴巴。还有我的高地。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妈的，吓了我一跳，还好吗？有惊无险，差点身败名裂。随便打。继续的接球，找到机会还手，认真一点，认真一点，再一倍领发权。Receiving headquarters. Piece of me, boy.
我的护士为什么不加血？奇怪，我的护士为什么不加血？还是没有三次。你说是谁？真的吗？强强强强强！Your forces are under attack. 啊，这个同学真的蛮强的，妈的！操作一下，操作一下，操作一下，操作一下。先打到这边有气的话，哎，这个人好耐操。还有个楼啊，所以他那个金币啊，忘了放原子了，这个可以放。这个马甲，
送了一点多，是送了一点多。优势太大了，所以有点膨胀了。看有没有人吧，没有人就睡觉了。不是我操作桌机，我打得太少了。输一盘睡觉，输了就睡了。练习量太少了。Orders captain, yes sir. Reporting for duty. Reporting for duty. I read you. Yes sir. Reporting for duty. Yes sir. Reporting for duty. Orders captain. 刚才那个长桌操作蛮好，讲道理，那个长桌。确实小操作很猛。盘符有点延迟，左上角这个16、14有点延迟，正常的最好的是国服24、26，所以打盘符有点卡。啊，这么快，看一下中间，这么快的90%是会出叉叉，所以看一下中间保管没错，看看能不能去追一下，看他干嘛，这个能不能送给你？我为了尊重他探路这么早，还有一种可能是裸双，啊，看这个人的操作，感觉是个裸双。没有。啊，他在冰冷，他就让我去操纵。两个擦擦，前置并赢。来，擦不擦？哎。螺旋走位，折叠走位，了解一下，有点卡。没有办法完美的展示我的操作，散了。
我错了。到我了，来，我操！多久时间？啊，两个鱼，牛逼！挂个附件。Yeah. Oh, is that it? SCD to the order issue. Order received. What are you on? Oh, is that it? 他这里藏了个拆弹兵吗？ Oh, is that it? Yeah, I'm going to go, sir. Yeah. Yeah, I'm going. Oh, is that it? Oh, that one complete.这人什么意思？这道送分题。哎，我操作也不是很好。我操！这个玩。这个真的好。双臂转转到底叫什么？转地堡开矿，牛逼！这时候你如果不冷静，你去爆兵跟他打，说不定打不下来。他可以不出 OB 啊什么的，直接跟你那个。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开矿，把工房升起来，然后看一下他外面有没有偷矿。不打兄弟其实还是要有耐心。那有点卡，我有点没有耐心，说实话。鼠标没五六七，五六七，五到四栋东西。好，没有偷矿。我们三矿在手，工房也有。这时候不要急着买雷，雷捏在手上不着急。哎 ，OB 不可能出这么快，看到了。吓尿了，吓得我造了个坦。按道理他 OB 不可能出这么快。造个逼。我没到房子。哎，这个两个房子没到，相当于损失了
最少500块钱。那个时候是很忌讳卡人口的，刚好在完美爆兵的时候。这下真的是，现在唯一怕的转折点就是他那种无脑爆航母的啊，看他这个情绪应该没有。我们现在经济优势比他大，不着急。挂一下雷达，零九八，买一些雷。这时候甚至都不需要烧了，这个就是就爆兵就行。那你能够做到一个完美爆兵给雷达，没有，我没事坦克就行。南京非常多，直接打出来，直接去出来。哎，打电了。棒子不打结，棒子素质很差。哎呀，你们太傻逼了！我今天下午喝了一大壶浓，喝了一大壶浓茶。好，代表肯定要睡觉。我操！为什么秒不秒？来，大兄弟干一盘，他秒了。为什么不打？大家都不愿意打 TVT， 练习打 TVT 太无聊了。其实要想提高心境还是很简单的，说句实在话。
你像我这样，如果我这样练习的话，给我足够多的时间，我觉得我练两个月，我已经可以在国服横着走了，不是在国服，就是跟公职业选手任何人我都不慌，跟疯子、迷糊这种都可以打，只要你想去练习，认真去练习。总结一下，不过我确实打的时间不多。妈的，农民智障！现在是矿后产。SCP good to go, sir. I read you. Not enough minerals. Not enough minerals. I read you. Orders, captain. Orders, captain. Yes, sir. Orders, captain. Orders, captain. Not enough minerals. SCP good to go, sir. Reporting for duty.哎，不是我膨胀，你们这些人打星际都现在看好久没打，职业化的练习提高很快。什么叫职业化的练习？就是找出自己的缺点，然后想办法去改正它，或者是如果实在改正不了，你就换一个方式。像我这种，每操作不好，对不对？那肯定，如果不是专项练习的话，假如提高有限 ，APM 比如说只有250，像神曼的这种，怎么办？转机械化。我就不能够继续打满，陈曼的 APM 也是200，对吧 ？TVZ 嘛。这个就是职业化的练习，然后你哪个地方做的不好，就是改进，这样进步很快。就找到适合自己的打法，一定不是说一定要学教主这种啊，教主你肯定打不过的，教主这种天赋型的选手，教主这样的人没有一个天才是打不过的。你怎么来的这么快？他可能是个对点看。我在里求稳，求一求稳。不太敢，这个几率不太敢放，不知道，放吧，拖一点。教主你是不可能打得过的，这种想一想就好了。但是你要说赢疯子或者赢战魂这种不难，这种真的不难。看他几级离开的，三级离，再让我打完机械化吧。
Your force is around you. 不聊狗。 SCV good to go, sir. Orders, captain. Orders, captain. Roger that. 那个我没做好。 这个小狗其实最好带到家里唠。 唠到它。 唠到它看能不能看到它升级啊。 好，我这里封掉它侦探。 哎呦，这农民为什么自己过去了？像我这种情况是有很大的问题。我这种农民死的太快了，这种就是属于太随便了。这种如果他爆狗的话，我是很危险的。 像迷糊打马本那一盘就被这么爆狗给爆死了，为什么？农民死太快了。看一下。二号农民没偷，傻逼。他也没有爆狗。 4BB 吧，我不太喜欢5BB。追攻4BB。先到达。 我用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先下 VF， 再升级射程的一个打，给一把雷打，看一下这个飞龙基本上99%是飞龙。 这个人的小狗拖得很好，他这样拖的话，他门口不用补地堡，他第一时间可以出9条费了，经济很好，后补地堡。 哇，这个城堡一看就是高手。这个城堡打的，别睡觉，这个很明显的马甲，他护蛋的力强的一匹，劣势很大，我们现在。 好的，干扰了，叫他开三号。我现在不能乱吃门了。 再包一波会没得打。现在出提速雷射，就是神慢者的一个打法。雷达看一下他家里的一个科技。好，还好，他没爆太多火。那我们2对机枪，这给他们一点压一点。 这个桥口看能不能过。
对付他应该乐可在变。Did someone page me? That burn. Where does it hurt? Need medical attention? Reporting for duty. Reporting for duty. Orders, captain. Orders, captain. Need medical attention? Checked up and good to go. Okay, let's现在就是开三三放四个。开几个乐克？哇，有机会吗？炫一下。这人是别真了。我目前知道的所有招对这个来说没有。空投不知道有没有，感觉这应该也不难。妈的，最烦的是这个人，你知道吗？他飞龙还没死。这个是不能做，那我不敢做了。那有没有机会？Strap yourself in, boys. SCB good to go, sir. Orders, captain. I read you. Additional supply depots required. I'm listening. What do you want? Oh, is that it? Go ahead, HQ. I copy that. Additional supply depots required. Report for duty in building. I read you. All right, bring it on.妈的，我这个 VF 造了八次了都没造起来。哎呦，手麻了。现在就是连续开矿，然后埋雷控图的时候。现在就是疯狂。哎，我刚刚忘了，我那个运输机怎么死了？他红血还没好，趁这个时间要疯狂的控住他。Complete.
Your forces are under attack. Order received. Here you go, sir. Go, go, go. Report for duty. Field there. That is a full on cap form. Orders received. SCP good to go, sir. Jacked up and good to go. Your forces are under attack. SCP good to go, sir. Where is the issue? Outstanding. Additional supply depots required.
我感觉我现在飙到了，门口有点高，有点膨胀。 哎，忘了打地契了。哎，操作有问题，不是操作有问题，不该去打。我应该再猥琐一下，猥琐一下，把两边修好。哎，算了，今天打这么久睡觉。妈的，三点钟。拜拜拜拜，明天晚上看疯子打迷糊。拜拜拜拜，打就睡觉。妈的，三点钟。拜拜拜拜，明天晚上看疯子打迷糊。拜拜拜拜。